沙小啦，为什么这样没吃到啊？操他妈的嘞！这个人走位都怪怪的，看他妈的外挂哦！这该不会他选优米吧？干你娘！这个人到底是沙小啦？啊，受不了，真的，好想吐哦！遇到这种人，好久没玩一哲，玩一下好了，戳一下他。哎，要选个垃圾猫，干这他妈直接压上来，根本没办法，没办法防哎、欸。那他的猫魔玩的不错啊。很敢凶哎、欸！这滑鼠又怪怪的，妈的嘞！沙小啦，为什么这样没吃到啊？反正滑鼠又滑滑的，他妈的好难用哦、欸！啊，不行，我等下把滑鼠垫拿来用。他那个桌面，妈的，那滑鼠一直乱飘哎！好爽没啊！他在干嘛？就汤米甲是不是啊？他直接来送头哎、欸！哎，帮不了你啊，逆命，别乱飞啦！哎，这没状态还要飞是怎样啊？妈的嘞！他小啦，他怎么还没六等啊？那猫咪不奇怪了。猫咪到底要六了没啦？没六，那在外面爬什么、啊？上路，CS 没输，打野没屁用，中路逆命被打爆。哎，靠北，我们就按闪了，我也没闪呐、啊。沙小啊，到底为什么他那么痛啊？这什么大局啊？叫你靠的时候又不靠，那他妈的丢的什么鸡巴大局啊？逆命！SP， 这些人是谁啊？戏精是不是啊？每一个一个上来送哎、欸，我每个都以为他那个，我每个都以为他要弄我，然后每个都跑去弄他造型，然后被我 A 烂了。好了，魔剑出了应该就没问题了。魔剑出了，这个伤害应该伤害军应该就可以跟吉英克斯对打了。不然他刚刚有暴击，然后我没有攻速打不太赢他，又怎么了啦？立命，我干，这人是来戳的哦。嗯，这什么东西？我靠，这是人 faker 是不是啊？这什么操作？奇怪，这些人怎么都那么会走位啊？到底有没有队友啦？
那凯能又怎么了啦？又转到疯狗哎、欸！为什么又有人死掉了？干我天哪，这些队友到底有多烂呢、啊？那个赵信在这边一点屁用没有，然后在那边收税耶、欸！啊，你不开大什么意思啦，凯能，我操他妈的嘞！那凯能是不是白痴啊？滑过去不先开大是怎样啊？靠背，哦，干！哎哇，我头戴改到二了，我，哎呀，头戴浪费了。加洛清雨很不方便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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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 no no！、嗯龙也中不到，到底有什么用啦、啊？这个人，龙也中不到，八龙也中不到，干你娘！到底杀小啦？汤米甲是不是还在演戏耶？这两个人是啥？他几件啊？一二三四五。看你你啊，这也是有眼是不是啊？哎，他看他妈的外挂哦！妈的，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耶！看他妈有鬼是不是啊？我想信主播的操作才会说治愈不开。到底想干嘛啊？每次一个冲进去打好几个，是有病是不是啊？哎，真的是败给这几个低能。走位都怪怪的，两个低能儿，一个他妈连抽卡都不会的低能逆命，嘿，我刷到他了。他走位很奇怪，他有的时候像个白痴，然后有的时候妈的各种乱点。
怪，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神奇的抖动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说整场他都很神奇，像外挂就算了，他有的时候会中一些很白痴的 Q， 然后有的时候哇靠啦，他抖得不知道跟什么鬼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捉摸不定的，还是两个人在玩呢？两个人在玩是不是啊？啊，一下我玩，一下你玩呢，他节奏不一样的。为什么我走这么慢啊？奇怪。一套直接秒。这汤米讲的怎样？我靠，整场你演整场哎。欸、靠背哦，这外挂是不是啊？他在这里中啊，我在上面，他妈这也可以中哦。为什么 A 他不会痛啊？他换什么装备是不是啊？奇怪，他打的突然不会痛哎、欸。好了，还是去玩那个，去玩那个什么好了，去玩疯狂坦克好了。看太多低能儿，真的受不了了啊！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这类型帮我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